我的名字是Mona Chan， 曾经在Michael Gann Hospital 工作过16年。 随着COVID疫情的第二波， 案例增加， 每日好方便在智能手机随时收到很多关于这个病毒的讯息，但错误讯息传播速度亦好快。请记住，错误的讯息或者谣言可能造成混乱同恐慌，我们要分辨真伪，制止错误讯息传播或转发。咨询可靠的卫生机构同官方网站以验证新闻，能够得到同疫情相关更新的资料。 例如多伦多市公共卫生局网站、大学健康网网站。 如果你怀疑可能接触COVID 或开始出现COVID症状， 访问评管中心进行测试，回应社区的需求。东多伦多医疗伙伴设立7个临时检测中心，为所有年龄的当地居民提供步入式COVID测试， 不需要预约或奥协卡， 要符合安省当前COVID测试指南。 请浏览东多伦多医疗伙伴网页 www.ethp.ca。 我们共同面对和战胜COVID。